啊，不是啊，大家目睭有遮好吗？今仔敢会看到客意？不可能吧？发生于本辖南投服务区之钻戒遗失案，该案目前正在厘清调查中，也宣导民众在服务区寻获遗失物，应立即交给服务区的服务台或交由警察机关来受理。因为当时因天色昏暗的，警方也是拿手电筒啊协助他随行，结果也是未寻获。之后呢，警方经调阅服务区的监视器，发觉该时段有一名男子有转身捡拾遗失物的可疑。经这个比对车号查询该名电话，经询问之后，该名男子也坦诚说有失货，钻戒一指。你看一下是不是？看一下。对了哈、对了哈、对。谢谢你。没有，是我，